2017年2月8日，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当日他依住基督徒希望的主题，论述基督徒希望的团体性和教会性，勉励我们向穷人和边缘人士学习望德，关心那些被生活重担所压而站不起身的人。Il Santo Padre da ora inizio all'udienza. 教宗即将以礼仪嘅致后圣号经，去开始公开接见活动，让我哋准备自己迎接教宗嘅讲话，同接受佢嘅降福。E ricevere la sua benedizione. Nel nome del Padre, del Figlio e dello Spirito Santo. La pace sia con voi.
攻读圣保禄中途至德撒罗尼前书。弟兄们，我们还劝勉你们，要劝戒闲荡的，宽慰怯懦的，辅助软弱的，容忍一切人，要小心人对人不要以恶报恶，却要时常彼此勉励，互相善待，且善待一切人，应常欢乐，不断祷告，时时感谢，这就是天主在基督耶稣内对你们所有的旨意。上主的话，感谢天主。Cari fratelli e sorelle, buongiorno. Mercoledì scorso, 我哋社会里边弱小者教导咗我哋点样去保持希望，因为任何人都冇办法喺呢个领域自学成才。教宗延续圣保禄至德撒罗尼前书嘅思想，指出希望若果要得到滋养，就唔可以缺少一个身体天然嘅家园，即系教会。教宗表示，基督徒的希望不单只是涉及私人或者是个体的层面，亦都是具有团体性、教会性，需要教会内不同的肢体互相支持、互相鼓励。我们若果有望得，那些是因为我们这么多的兄弟姊妹为我们保持了希望。在这些人当中，幼小、贫困、平凡和处于边缘的人尤其突出，的確是這樣，因為那些將自己封閉在享樂當中的人，不懂得什麼為之希望，他們只是希望自己享福，但是這個不是希望，而是相對的安全感。那些將自己封閉在自我滿足的人，那些自我感覺一切都好的人，也都不懂得什麼為之希望。反之，那些每天經歷考驗、顛沛流離、明認自身限度的人，才是擁有希望的人。教宗強調，我們這些兄弟姊妹做了最美好、最有力的見證，因為他們堅定信靠上主，上主的話語具有最終的決定權，超越悲傷、壓迫和不可避免的死亡。他的話是慈悲、生命和平安的話語。有望得的人希望每天都听到这样的话，兄弟来啊，来我这一篇啊，姊妹来啊，跟我一起啊，我们永远都在一起。教宗也都勉励我们关注那些最有可能丧失希望的弟兄姊妹。教宗指出，我们总能够听到有人陷入绝望而做了一些愚蠢的事的消息，绝望令他们做了很多愚蠢的事。我們想到那些氣餒的人、脆弱的人，那些覺得被生活重擔壓抑到站不起身的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整個教會對他們的關懷和溫暖應該更加親密和火熱，應該以憐憫的態度表達出來。憐憫不是可憐，憐憫是與他人共苦、與他們同難、关怀受苦者。对于那些需要安抚和慰藉的人而言，怜悯可以是一句话，一个爱抚，但是要发自内心。怜悯的举动至关重要，因为基督徒的希望少不了纯真和具体的爱德。外邦人的宗徒保禄在罗马人书里面这样写，我们强壮者该担持不强壮者的软弱，不可只求自己的喜悦。教宗解释，担待他人的软弱这种见证，并不是封闭在基督徒的团体里面，而是响彻团体之外，回荡在社会和公民环境里面，呼吁人不要树立隔墙，而是要建设桥梁，不是要以恶制恶，是要以善报恶，以宽恕回应冒犯，与所有人和谐共处。这个就是教会。基督徒绝对不可以说你看着你，这个不是基督徒的做法。
我哋要以宽恕回应冒犯。教宗因而勉励咁话：，让我哋互相帮助，唔单止喺有需要嘅时候予以帮助，亦都要喺每日嘅生活当中提供帮助，喺望德上面互相帮助、互相扶持。最后教宗讲到生命嘅气息、希望之神、圣神，指出我哋。如果不呼求聖神，就沒辦法保持希望。教宗說，相信有多難，希望也有多難，希望甚至比相信更加難。然而當聖神居住在我們的心中裡面的時候，祂就會叫我們懂得不用怕，上主就在身邊保護著我們，聖神將以永恆的五旬節塑造我們的團體，使之成為人類大家庭希望的活標記。教宗在公開接見活動中多次提到，教宗在今年2月11日路德聖母瞻禮日慶祝第25屆世界病人日，聖座國務卿帕羅林舒基將會在法國路德聖母朝聖地主持彌撒。教宗說，今個星期六我將會在祈禱中和慶祝路德聖母瞻禮日的朝聖者，特別是和病人同在，願無玷童貞聖母瑪利亞賜予他們希望的勇氣，護佑他們平安。聖日望保祿二世教宗於1992年欽定世界病人日的時候這樣寫，對所有信友而言，世界病人日是祈禱、分享以及為教會的益處而奉獻自己的痛苦的有力時機，亦都是呼喚眾人在病弱兄弟的面容上認出基督面容的時機。教宗方濟各進而祈願世界病人日能夠提升我們的敏鋭度，使我們樂意向生活在我們當中的病人提供物質和精神上的援助。最後教宗預請眾人祈求天主之母，我們的聖母瑪利亞轉土，為所有病人，尤其是病重又孤獨的人，以及所有照顧他們的人祈禱。Most Holy Father, the English-speaking visitors and pilgrims present today. 聖父，朝聖者和訪客為這個機會感到榮幸，他們向你表達他們的敬意和尊重，並承諾為你作為百多六的繼位者的服務祈禱。在接見活動結束的時候，我們會一起以拉丁文眾唱天主經，教宗然後會頒賜宗座霞服，降福你們和你們不在場的家人。The Holy Father will then impart his apostolic blessing. 教宗亦都会祝福你哋专程带嚟嘅任何圣物，特别地祝福你哋嘅子女同患病嘅亲友。To bless any religious articles you may have brought for this purpose, and in a special way, his blessing goes to your children and to your loved ones who are sick. Incoraggi voi, cari sposi novelli.A confidare nell'aiuto della provvidenza e non solo nelle vostre capacità. Il matrimonio senza l'aiuto di Dio non va avanti, Dobbiamo chiederlo tutti i giorni. E voi, cari ammalati, prossimo sabato è il giorno di preghiera per voi alla Madonna di Lourdes. Lo faremo tutti insieme. Grazie.In celis sanctificetur nomen tuum adveniat regnum tuum fiat voluntas tua sicut in cielo et in terra pane nostrum quotidianum da nobis hodie et dimitte nobis debita nostra, sicut et nos dimittimus debitoribus nostris, et ne nos inducas in tentatione, sed libera nos a malo.
Domine vobiscum. Et cum spiritu tuo. Sit nomen Domini benedictum. Ex hoc nunc usque in saeculo. Aiuterium nostrum in nomine Domini. Qui fecit caelum et terra. Benedicat vos omnipotens Deus, Pater, Filius et Spiritus Sanctus. Amen.鹽魚光電視同梵蒂岡電台合作製作中文旁述的教宗周三公開接見活動節目，希望大家能夠從教宗的講授裡面學習和感受到天主帶來的希望，並將這份希望帶給身邊的人。若果你能夠成為捐助鹽魚光的善心人士，你就可以支持本台的製作，令我們的理念廣傳出去，一起去做福傳的使者。查詢詳情請致電我們加拿大全國免費長途電話，或瀏覽我們的中文網站。主佑大家。衷心赞美，衷心赞美我们的上